嗨嗨嗨 ，Hello， 嗨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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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见到你们了，高兴高兴。特别是今天他的屌丝就是，我也是，我喜欢你们做红人军乐队了。哇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红人军乐队，我也喜欢，因为都跟你们有一点关系吧。对，啊，都是乐队的。Hello， 同学。Hello。看到我吗？这大鹏导演。嗨。你好，我们被困在北京了。你在哪儿？挺遗憾的，你不能够来。然后我已经加入你们乐队了，取代了你的位置，对不起。小伙伴们都来了，他们也会演一个角色，你们知道你们演什么？刚才我看你们士兵，士兵甲乙丙丁。我觉得他那个柔然的服饰特别好看啊，所以我还对这个角色挺期待。不要期待，因为也就一晃而过。我比较喜欢那个服饰啊啊。其实来这演出只是我们一起玩，然后融入到这个剧组的氛围。最重要的是希望你们能够为这个片子啊制作音乐，因为我看了你们的比赛，我听了你们的音乐，我觉得里面有特别多我自己拍的，也有特别多啊，有一些民族性的内容。我觉得就是不设定框架，先让你们发挥，因为这样的极有可能出现惊喜。那么呢，小伙伴们就去化妆了啊，咱们在北京能够见到的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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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。快点够不够脏了？够脏了，很有感觉，很有感觉。他们都很有感觉，很有感觉。这个还没做脏，已经开始演了，很有感觉。你们的任务就是说，也可以给自己设计伤啊。你说我愿意这儿被捅了，我愿意这儿被砍了一下，那我就两腿截肢吧。就是你们自己来找，自己给自己设计，反正每个人其实都有一点受伤。好 ，OK。哈拉木吉，他没办法来是吧？对、待会儿呢，问他一个。哦，是吗？真有马呀！我真的有马，马很贵的啊，不是投资很大的，吓我一跳。你们待会儿问哈拉木吉，就是原来我不是设计这笼子里面有你们冲撞吗？但我觉得我现在不想要了啊，就是我想既然请你们来呢，我们就唱歌。就相当于战场上的士兵在唱歌，渲染这个气氛，想着心爱的人。我们有什么歌可以唱呢？来了呀，你没看到吗？哼一段旋律，小唐你哼一个，随便哼一个，我听听。战场上的士兵，我们回不去家了。我们今天要死在这儿了。就是想额吉就是母亲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眼含着热泪的，也可以互相有的时候唱一唱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了。可以笑吗？他可以啊，可以笑啊，就是笑嘛，又怎么样嘛，又怎么样？可以看看，也可以互相碰一下嘛。然后我死了，那怎么样呢？我们干了一件我们认为自己很有勇气的事儿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场安静。来，不说，预备。开始。好，行，我们恭喜午睡刘三七发星，耶耶耶耶耶！来，这里放这是你第一次杀星吗？杀星了，真的，这是杀星吧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彭导，辛苦彭导。我们一起来拍张照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来来，我们在龙地拍吧。小心你们没龙这儿啊！来来来，来看我这儿哈。好，嗯，好。耶耶，老看我这儿，三二一，再来一下啊，三二一，对对对，好的。OK， 这样 OK。好，辛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那回北京，回北京，回北京，把音乐搞一搞啊！哎呀啊，我们有一天的时间，好好搞一搞，去吧，孩子们，该的，该的，该的，大家都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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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。